海白那么低，晚上就着炸呀，房子太贵呀，真的啊！我开房我这么低点儿，这都我认了，要不然别说。哎，下地这没用，这不行，那不行，政府人这就是我们那种地的，不说你啊，马路上着都还是活该，一会儿盖一个相当于，能这长点，活该，活该，我就说活该，谁占你的？谁到那儿过来不容易，都花钱上来，您不搂的。就是那个昆明亚秀区，他也不上那上那儿。妈妈，爸爸。对你最大的照顾了。这就必须反腐败，不反腐败我们就没有日子，没有活路。就你要说放在北京市吧，这他妈地全让人盖房子了，城里人全撵城外边去。不是啊，穷人他妈给富人全进来了。30年了，你多一砖了，你还多一瓦了。是一样的，菜地全让他们上，让台阶上，罗姐，台阶上，罗姐，谁都活不了。上，现在我们这台阶，台阶上，还是人力的。台阶上，我们几个先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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